姐，对不住你啊，姐，请你喝咖啡去。我出去看一下。这样吧，让我就不进去了，让这个静怡进去陪你。什么鬼？啊！先敲一下啊！敲敲敲！好。哇，你们真可怕，你们真的太可怕了。 陈哥，哎，你们怎么样？我们把雨琦跟白鹿给抓了，漂亮！但是你们抓了两个女生，他们会成为我们的累赘。什么东西？就是也就只是要让他们加油帮我们哦。要一定要帮我们去追击他们啊！好，拜拜。好好好好，哎，你郑凯他们去哪儿了？郑凯说跟我们是一个队的，这个电话给我。一名菜市家园店，哦，8分钟吗？哦哦哦。 还有9分钟呢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对，就是这条街，往前一点点，哎，人行横道线，有横道线，哎，过了，停车吧，师傅，嗯，过，啊。 就这儿啊，这个吗？啊，照片呢？对啊，这个吗？是不是？对，就是那个，江南路。对啊。啊！挑战麻将，掷不出的骰子。去那边，走走走，这边去。我说那边这么多人呢。 对呀，麻将，强项，骰子是你强项。就这儿，玉林菜场，麻将，到了，根哥他们到了，到菜场了。好快呀！师傅，我们还有多久啊？还有2分钟。太紧张了。 什么任务啊？只能选择一个任务，你是选择麻将还是骰子？我选了麻将，来。胡不了的麻将，每一排麻将都缺一张就可以胡牌，说出所有可以完成胡牌的麻将，成功说出4牌，就可以点亮太阳神鸟图腾上的一只神鸟。OK， 34万，怎么胡？2万，什么意思？3234。 有几种胡法是吗？嗯，有几张牌就是听胡牌。1、2、3、4、5。正确。4、4饼。 麻将高手，哎，我觉得你比我熟这。3、3、4、6。正确，下一个。2万能胡吗？2万应该胡不了。25万。 现在还有多久啊？应该到了吧？500多米，就是这么真实的游戏。没错。<笑>每次都心惊胆战。啊，369。对。369万。哎，好像到了哎。我看见我们剧照了。啊，2万。23。 2369，2369，对，正确下一个。哇哦，来吧！请告诉我答案和信息。
我们是追击组，在哪儿？往哪儿去了？他们？